呢度系香港电台新编岭南掌故《铁马奔腾》第七回，系由何楚云编导，杨普希编剧，剧中人由车心梅饰演曾允兰，林有荣饰演曾达全，朱曼子饰演曾太，陈炳球饰演邓朝阳，李学斌饰演邓仲贤。新编岭南掌故《铁马奔腾》第七回现在开始。我同你收埋一封信啊。哦，我知道是姓邓嘅写俾你嘅，我收埋，你阿爹唔知噶，你拎去啦。啊，唔该。咦，系仲贤哥嘅信喎、啊。兰妹庄次，近日心事彷徨。奸于下笔，家父来信提及，望我与一陌姓女子成婚。我颇知麦家小姐受外为中，并非虚言，但未谋一面，何来感情？人非木石，情何以堪？因此惘然若失，未知向谁诉说。除兰妹外，更有谁知我心？如以回信婉拒，只为学业未成，事业未就，何以为家？信中亦有暗示，另有红颜知己，请父母莫提麦家婚事。如比令者坚强，倘真心有托，可以坚持己意，相亲亦莫奈我何也。你年轻，我真不知从何说起，你对我又无感情上之指示，想你相亲必然如昔日之对我嫌弃，思之实感寒心。兰妹未知何以解我愁思，遥企云天望似好音，卿纵然守契。仲贤哥佢睇咩信啊？唔使收埋啦。点解睇完封信眼红红啊？冇嘢啊。仲话冇嘢？系仲贤寄俾你嘅系咪啊？系啊。佢发生咩事啊？冇啊。你都知道我会同你瞒住你阿爹噶啦，点解咁都唔讲俾我知咧？冇嘢啊，佢话屋企想俾佢同一个姓麦嘅女仔结婚、啊，咁你就要喊啦？唔系啊，佢几时请饮喜酒啊？佢话俾我知，佢唔识嗰个女仔啊，大家冇感情。佢唔会中意，但系又怕父母唔原谅佢，咁咪向我诉苦咯。乜净系诉苦咁简单啫咩？系啊，佢叫我教佢点做啊。咁你教佢点做啊？佢自己都话，如果讲啦，如果乜嘢？
佢话自己另外有一个喜欢嘅女仔。如果嗰个女仔肯表示对佢好咧，佢可以一口拒绝父母，唔同姓麦嗰个女仔成亲噶。嗰个女仔系边个啊？我唔知道啊。唔知道？那个女仔是你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她当我是妹妹的啫。妹妹喎，早两三年前初初识她嗰阵咧，就当你是妹妹。而家她喜欢你了，如果不是，点会写信俾你啊？仲连嗰啲婚事都讲埋俾你听添。我唔知啊。你唔知道？你唔系闹我咩？唉，我一直都对仲贤几好嘅，佢做我女婿，我都冇咩反对嘅。佢一日得唔到，个心都唔识噶。你估我谂唔到咩？其实我想清楚啦，你嘅品性同佢又更加登对，两个都中意读书。两个人都有啲新嘅古怪念头。关于你同佢嘅事，我同你家姐讲过啦。你家姐都岌头啊。真係呀？嗯。家姐唔怕会唔喜欢我咩？佢唔嬲我仲同仲贤哥做朋友咩？点会嬲你呢？佢话怕仲贤寂寞，你同佢通讯就最好喇喎。咁又唔同。点解咁又唔同啫？因为仲贤哥系家姐嘅朋友嚟啊嘛，我惊家姐唔喜欢我咁做，咁所以我咪唔敢咯。而家知道冇问题啦，咁我即刻回翻封信俾佢。封信点讲噶？我叫佢唔好娶姓麦嗰个女仔咯。哎呀，你真系大胆啦！做人系要勇敢啲，先至达到自己嘅目的噶。方叔，唉，达全哥，好耐冇见咯噃，好嘛吓？唉，点会好啊？方叔爷，你都唔系唔知噶啦。港澳铁路啊，胎死腹中，唉，呢一棍呢，几乎打死我咁滞，简直系无得翻身。所以我啊，好少出街，我都冇心机去应酬啦。唉。呢啲都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啫。唉，其实你喺香港衙门替大老爷做通译官嘅，应该消息好灵通先至啱噶。达全哥，老实啲同你讲啊，我嘅身份不过系传译官啫，又唔系参谋，亦唔系顾问。嗱，佢哋事前嘅决定啊，我一啲都唔知噶。等我翻译出嗰个决定呢，就乜都迟晒啦，系咪？方师爷啊，听闻最近你好忙噃，梗系大展身游啦。喂，啊，细佬啊冇得捞啦，啊，希望你啊指点下我嘅前程都好啊。咁讲啊，如果我了解当时嘅大势，咁就可以早啲谂下，唔好输俾人啊嘛。系，最近呢，我系好忙。唉，又是为了铁路的事啦。清廷派了个大臣来香港，他是外务部的右侍郎，叫做唐绍仪。大概因为他是香山院的人士，所以派他来广东啦。那个唐绍仪呢，在美国读过书的，识英文的，本来都不用我做翻译的啦。但是我以前为铁路的事呢，跟个布勒克将军上过北京，同铁道部大臣商谈过，咁我好明了当时嘅情形嘅，所以今次呢，我差唔多以顾问嘅身份出席会议嘅。乜建筑九广铁路已经成定局啦咩？
定晒啦，而家只係商量借钱嘅事啫。将来嗰条九广铁路呢，全长121英里长，英段就淨係占22英里啫。因为最重要呢就係华界嗰边嘛。咁中国政府呢准备借150万镑。哦，咁啊，嗯，香港有咁多钱借俾人咩？係呢次借款呢唔係由香港政府借嘅，係由怡和洋行同埋汇丰银行联合借出嘅。咁由怡和洋行做代表，话你知啊，怡和洋行就请咗我研究关于铁路嗰方面嘅借款条件。哦，以前啊，因为借款嘅利息同埋折扣问题讲唔成，中国拒绝接纳，所以啊出到港澳铁路去威胁啊嘛。系啊，大全哥，中国出呢一招咧就认真蛊惑啦，的确吓到啲英国佬咧肯让步。以前英国要求借150万镑，实在就九折交款，即是实收130万镑啦。咁而家怡和洋行肯让步啦，中国可以实收94折，利息啊5厘，而且有分期还款条例，咁就易化为啦。哦，咁啊开得工噶啦噃。华段嗰方面呢，1907年8月就开咗工啦，英界仲未开工。因为英界呢边比较短，唔使咁急开工嘅。喂，嗯，而家省城嗰啲革命党啊，搞到乱晒笼。有一个叫做孙文嘅革命首领，令到两广总督好头痛喎。如果天下大乱，咁九广铁路都要停顿嘅咧。达全哥，就算赶咗光绪王落台啊，铁路都要起嘅。唉，光绪仔都做咗33年皇帝啦，听闻话佢病重喎，所以最近啊好匆忙咁立咗一个3岁大嘅细路仔做储君，唉，睇嚟天下都就嚟大乱咯，革命党啊日日都扩大，要推翻满清，铁路就起唔成噶啦。达全哥，我明白你点解望九广铁路起唔成，因为你又卖晒尖沙咀啲地，改咗去买澳门关闸嘅地啊嘛，以为可以配合铁路嘅繁荣。老实话你知啊，你都系无谓再咁谂啦，广澳铁路咧呢世都起唔成噶啦。方师爷啊，喺咁嘅情势之下，你有冇好牌打仗俾我上啊？我真係好彷徨噃。达全哥，讲来讲去呢都係尖沙咀係最好机会㗎喇。但係你而家卖晒啲地，都係唔好諗咁多投机嘅生意啦，一要安分守己把啦。但係我啲现钱堆晒去澳门关闸喇。而家唔知冇资本做生意，仲差人一笔债务添啊！有冇啲无本生利嘅生意同我谂下啊？除咗做贼之外咧，都冇咩无本生意噶啦。有嘅，方师爷，你交结官府一定有办法嘅。系啦，咧，我啊教我个侄方奕同人拍档开间铺头，将来咧同铁路局做掘地基工程，或者有得做噶。但系我对泥水啊唔在行呢。乜方奕个名好似好熟咁嘅啊？哦，佢系2年前攞过0000金嘅连生噶嘛？咩？你嗰个大女啊？可惜啊，收尾佢做唔成你个女婿。哦。是那个方奕啊？是啦，阿奕话你个2000金大咗之后呢仲靓过大千金。是啦，你个2000金咪有咗婆家未呢？未啊。唔怪得我个侄就打佢主意啦。佢想话呢，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咁话喎，傻仔嚟。我都冇心机啊，讲嗰啲婚事啦。方师爷啊，
你都是跟我想想办法啦。咁啊，好，我跟你想想啦，啊，或者迟啲找你再见下面咁啦，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咁我多谢你先啦，咁讲。三叔啊，阿亦，你介绍一个唔成功啊，咁第二个都怕得啩？唉，未必噶，阿亦。以前老曾系依靠过我，嗰阵我介绍你俾佢做大女婿啊，都未得。唉，而家我对佢冇咩大怯噶啦，我呢个媒人啊更加冇压力啦。今时唔同往日啊，三叔啊，两年前咧，阿曾伯啊捞到风生水起，喺尖沙咀啊买好多地。我当时穷，佢又睇我唔起啊！但系今日啊，佢又买咗啲地喺澳门关闸啊！乜鬼要啊？佢而家系穷帮蛋嚟啊！啊，阿爷，咁你又想下办法去氹佢吓？哦哦，讲到想办法啊，出计谋啊咁，三叔冇人够你咁叻噶啦！所谓师爷多计，一早就出咗名噶啦，系嘛？咁啦，阿爷，嗱，你又同佢倾下，哦，话有朋友想买关闸啲地皮，边个想买啊？诶，讲下唔得咩？咁随便你噏嘅啫嘛，冇人知你真定假噶。嗯，咁你借头借路，咪可以去拜候佢啦。嗯，我睇佢对你又无任欢迎嘅。嗯，因为佢而家最惨嘅咧就系关闸啲地皮咧全部卖唔出。嗯，你话有人买。佢仲唔当系菩萨咩？咁系咩意思啊？嗯，咁啊可以识到佢个女，同埋巴结到老曾夫妇咯。傻仔，画公仔又唔使画出肠嘅。唉，睇你份人都唔似唔识讲大话噶。啊，系系系，方师爷谂啲桥出嚟咧，的确好嘢。啊、香港地而家西化咗噶啦。娶老婆唔系一定靠晒媒人嘅，自己嚟啦。诶，梗系啦，梗系啦，而家系革命党嘅时代啦嘛，系嘛？咁你自己谂掂佢啦。诶，得啦得啦，我会啦，三叔。曾世伯啊，原来方逸世兄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诶、啊，好多谢多谢。诶、啊，小侄今日专程拜访，除咗系想问候下世伯同伯母安好之外咧，亦都系有多少事要求教嘅。啊，唔好客气，随便问啦。哦，小侄咧识得有个世叔伯，佢系想喺澳门关闸附近咧就买多少地喎、啊。啊，关于嗰方面，我知道世伯咧就知道得比较清楚，系咪咧？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我好清楚添，我去过好多次澳门噶啦。哦，关闸附近嗰啲地价唔知系点啦？哦，我买嗰阵咧就围到3.1英尺，好平啫噃。啊，咁你有冇地要卖啊？诶，卖几多钱尺咁咧？吓，我有几千万尺地皮喺处。哦，如果有人买嘅数量多啲嘅咧，我啊2.1尺都卖噶啦。哦，系咁，我啊可以同嗰个世叔伯斟下噃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啲地啊太多啦，想卖出一部分。世兄啊，你一定要同我搭马路啊！佣金咧就从优。哎呀，世伯千祈唔好讲到佣金嗰两个字，帮世伯办事啊，佢永远都唔要佣金嘅。何况啊，何况我同令千金咧就有一面之缘，都算系朋友啊，系嘛？哦，我个女啊嫁咗啦，生咗个仔添咯。哦，恭喜恭喜啊！乜原来曾世伯啊做咗外公添啊？咁你第二位千金呢唔系仲读紧书嘅系嘛？系，佢都就嚟毕业啦。哎呀，真系本事啦！如果同令千金做到朋友嘅呢，真系不胜荣幸啊！好妒忌啊，世兄啊，你啊同我搭下盘啊，下次嚟咧就回复我啦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
我啊请你喺屋企啊食餐便饭，见下内子同埋家人啦，好啊好啊，咁多谢先吓。你话三个先一尺系嘛？系啊系啊。我卖俾人咧就三个先一尺。啊，如果卖得多，交易快嘅，咁啊两个先一尺都有商量。好到极，好到极。咁下次再联络啦，吓、啊。嗯。多谢曾世伯答应请小侄食饭噃。多谢你上面就真。系啊，系系。咁、你话点算好呢？唉，你想讲乜嘢啊？梗系讲阿仲贤嘅事啦。我哋话同佢讲一头亲事，佢居然一口拒绝啊！咁啊冇办法咯。省城啲人啊搞革命，佢就喺省城度啲新学堂谂啲嘢都唔同人咁品噶。佢话唔想俾我哋作主呢，我都唔系好惊。最怕是他说有一个女仔咋、啊。如果他在省城识到一个自由女，那怎么算、自由女都未必不好的。哎呀，娶个自由女做新抱不好的。自由女不过大胆一点，不是坏蛋啊。譬如曾达全那个第二女就讲得是自由女啦。你怎么知道、佢喺呢树啊读翻书噃，日日孭个书包去上堂，抛头露面。有人话仲贤啊，时时接到香港一个女仔写嘅信。我师姨就系嗰个二姑娘顶啊。刚才一节新编岭南掌故。铁马奔腾第七回是由何楚云编导，杨普希编剧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